Thought the praying would make it better, but I swear to God I'm just as lost as ever. Thought the bottle would hold me over.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跟着阿涵创作区的频道。今天是作品的开箱，没错，我们来到了金门大学。这一次呢，开箱的作品就是我们这段时间为金门大学创作的校门口公共艺术。其实这个案子啊，历经了将近快要一年半的时间，完工的成果呢，我们自己也是非常喜欢，满心期待要跟你们分享。金门大学的校区有不同的入口，我现在的入口处呢，在环岛北路一段 Seven 旁边的入口进来。那我们这次设置的位置呢，主要就是在这个入口处的右手边跟左手边。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根柱子，那对称也有一根柱子，就是我们这一次设置装置的基地。那还有另外一个基地呢，就在我后方。我们把一些旧有的国立金门大学的跟校门的那个扛棒拆掉之后，保留了一些原有的红砖基座，在这边呈现一个新的作品创作。那这一次的作品呢，我们两边是呼应的，除了校门口的空间之外呢，里面还有做一些就是指示牌。那我们就带着大家开始去看吧 ，Go。But I can't help but focus on the things I can't control。好的，那我们这次的作品名称叫做卓玉。我第一次来到金门的时候大概是在三四年前，那时候来金门的时候第一个最强烈的感觉是跟军事有关，就是到处都可以看到军事的痕迹跟遗迹。那因为在本岛是没有的，所以来到这边就这些东西就很强烈的进入到我的眼睛当中。但第二次来第三次来之后呢，我渐渐呢习惯了这些比较军事的遗迹之后，我开始走入到不管是自然环境或人文的建筑历史当中，我发现到金门呢有一些特色。那这些特色呢，我就跟金门大学做了一个精神上的呼应。那所以我们就挑选了三种金门很特殊的植物跟三种就是人文精神，那就一一来跟大家做介绍。那我们这一次呢，因为考量到我们的作品是比较远观的，就这里的平常的人行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车行经过，所以作品不太适合做非常细致的雕刻，也就是说它必须要远看就很美，不能是一定要走近看然后才看得到那个内容文字图案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这次就是用图腾转化的方式来呈现。I know there's a morning light in my reach。那刚刚讲到的三种植物跟三种人文分别是哪些呢？植物的部分呢，我们就有三种植物都是金门的在地的特色植物。第一种是 BB 草， BB 草呢又称为 B 仔草，然后它是一种植物，在开花结果之后呢，里面会长出一个大概5公分的豆荚，然后如果把里面的豆子拿掉之后，把豆荚放在嘴巴里吹，就会吹出 BB 的声音，所以是小朋友很喜欢拿来当作玩具的一种植物。所以它在思想上呢就是呼应着创意大胆。然后第二个呢是金门很常见的木麻黄，据说以前环岛北路上有很多的木麻黄，但是因为木麻黄有非常多的落叶，所以就是比较难清理，然后现在的需求也没那么大了。那木麻黄这个植物的特性，它是有非常好的防风防沙的功能。那因为金门的风沙非常大，骑车的时候沙子也一直会飘进眼睛里，木麻黄就达到了很棒的这个防风防沙的效果。那同时呢，因为早期就是资源也没有那么丰富，所以木麻黄干掉的落叶也可以作为家家户户拿来当作柴烧的一些原料。以前啊，小朋友还会捡木麻黄的果实去卖给那些使用燃料比较大量的一些糕饼店或做生意的店铺，然后赚取一些小小的零用钱，这是用他们的智慧。所以木麻黄这个植物呢，就象征了在生活上是智慧通达的。那第三个呢，就是龙舌兰。大家如果有来到金门的海边，一定会看到非常多的碉堡，然后上面长满了龙舌兰。龙舌兰它的特性就是向上生长，长来长去，就是长得到处都是。重点是它在它的这个植物的尖端都会有很多刺，所以呢，它长在碉堡上的一个好处是，以前啊军事作战的时候，可以防止进犯登陆的敌人，比如说散兵空降的时候，它如果真的掉到了这个龙舌兰的植物堆里面，就会千疮百孔，然后受伤的非常严重。所以龙舌兰的特性呢，也是用作于过去的军事抵御，呼应的呢就是金门大学的学子在性格上的顺应自然。那第二个部分呢是人文的部分。其实啊，来到金门啊，会感觉到很强烈的人文气息，跟他们的建筑有很大的关系。来到金门可以看到很多的传统建筑，包括了闽式建筑、洋楼，然后还有比如说小学，那当然就是很有洋楼风味的小学，甚至是我们可以有看到进士壁啊、博士墙，像这样的建筑。那这些东西呢，都跟金门的人文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金门是一个在宋明清三代出了非常多进士的一个地方，人才济济，然后读书风气鼎盛，所以进士壁、博士墙也是因此而来。那再来是闽式建筑，闽式建筑就是以前传统居民所居住的这个建筑，墙面上如果是用黑色，它可能表示的是宗祠；它如果是橘红色，那可能
般的住家，都可以去表达出不同时期或是不同功能的建筑形式的样貌。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洋楼，洋楼通常就会比较气派，它中西合璧，除了很中式的这个建筑风格之外，还有非常西洋的因素存在。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呢，当年金门有非常多的侨民离乡到南洋去经商致富之后，回到这边盖的洋楼。那这个洋楼一个功能是想要去展现自己的财富之外呢，其实他们非常的懂得饮水思源，他们会盖比如说小学，资助在地的小朋友读书。之所以这边会有很棒的读书风气，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综合上述的这些跟人文比较相关的一些历史背景之后呢，我就刻画出了三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马约利卡花砖，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这个花砖，它是只有在某一个年份的时候很常有的，从海外进来的，所以在小金门到现在还是可以看得到很多这样的花砖，我超级喜欢。那这个当然就可以跟洋楼一样，象征的是中西合璧，那就去象征金门大学的与时俱进。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有讲到的洋楼嘛，还有一些就是侨民回到这边盖的小学，这个部分呢就呼应的是饮水思源。那第三个部分呢，刚刚讲到说，哎，这里人才辈出，家族常常会有盖一些宗祠宗庙，然后都盖得很气派。那这部分呢，我们想要去呼应的呢，就是博学多闻。所以来到这边呢，除了植物、大自然的环境之外，还有就是人文，还有过往的军事历史可以去感受。那我们就用这样子的综合去呼应到金门这个很独特，在金门岛上最高学府的学校的一些精神。然后呢，我们这一次的作品说明牌的呈现方式比较特殊，没有另外立一个牌子，我们直接用 QR code。所以来到这边的话，你就直接扫 QR code， 那里面呢就会有一些作品的说明跟细节。好的，那我跟你讲，这里的作品呢晚上也非常的漂亮，因为这里的光害非常少，然后我们灯光亮起来之后就是非常美丽。那我们看完了校门之后呢，我们先带大家进去里面。等一下，因为我们拍摄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但是对面那个龙柱啊非常高，将近有10米高，它其实是非常巨大，在这个现场看是蛮壮观的。如果从这边车行经过的话啊，不管是白天夜间都会有不同的氛围。好，那我们在里面呢，这次也做了两个比较小的指引牌，那我们去看一下，整个风格就跟这个外面整全白的是截然不同。 Go！Thought the praying would make it better, but I swear to God I'm just as lost as ever. Thought the bottle would hold me over, it still hurt me just as bad when I got sober. Everyone around me's found a way to let it go, but I can't help but focus on the things I can't control.好，那我们这次呢来到金门安装啊，大概历经了5天的时间才完工，在这之前来了3-4趟，蛮耗费时间跟心力的。在金门安装有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就跟平常在台湾本岛的时候你拥有资源不太一样。再来是这里的天候状况，虽然现在是夏天，没有冬天这么冷，但是其实风非常的大。然后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啊，就晒伤了，我才晒2个小时就皮就很痛，所以要么就是太阳太大。小编第二天来的时候呢，就被雨淋爆了，又热然后又湿，风又大，所以其实是蛮辛苦的。然后我们在安装的现场又没有地方可以遮风避雨。那再来是我们这次的龙柱，因为有快9米高，所以我们在安装的时候叫了2台吊车。然后再来是作品，因为在本岛制作嘛，然后要运过来，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去算准说，哎，运送的时间，然后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廖罗码头领货柜。领货柜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新奇的体验，开货柜车啊，或是那些堆高机的司机都超级厉害，非常精准，非常精准，然后动作非常快，货柜非常多进来，你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找到搬运到你需要的地方，其实是非常的辛苦的。所以做艺术创作这么多年来，我们开始走到公共空间，然后开始来到不同的地方创作，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不同的文化，每个地方的风土民情跟人跟人之间相处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新的学习。还有就是因为我安装的时候我又需要出国，所以我们的团队就是分2边在进行，大家都辛苦了，感谢大家的帮忙。好，那我们就去看看里面的指引牌吧。 Go！好，那我们进到校园里面，我们有设置了2个指引牌。那这个指引牌是功能性导向的，但是我们在思考说功能性导向的东西怎么样让它不要做得那么的直接，很一看就是哦，一个功能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当时啊
就想说，哎，那我们现在想要的指引目的是站在这个位置，然后指引综合大楼跟指引图书资讯大楼，所以呢，我们就用了两个比较大的部分来指引综合大楼跟图书资讯大楼。那这样人的直观应该就会知道说，哦，往这个方向走就会有这两个地方。在造型上面呢，我们其实是呼应建筑，比如说综合大楼的建筑，它是有这样子比较影视建筑的这种屋窍，那图书资讯大楼也是相呼应的。至于比较细节的地图内容呢，我们就是用这个 QR code 的方式让大家，哎，扫了以后，不管你是要去哪，或是要去到更远的地方，都可以跟着地图去走。这个作品呢，一样在夜间的时候会有灯光，效果是用这个耐后刚的效果来呈现。好的，那我们就是沿着体育馆上来，我们就来到了学务处跟理工大楼的正中间。那同一个概念，就是我现在站在正中间呢，我左手边就是理工大楼。然后你们看这个屋顶的样子，是不是跟它上面的屋顶的样子是呼应的？所以我一看，哦，这屋顶的样子就是理工大楼。这边的呼应方式是这样，右边这个体育馆建筑就是我觉得是比较几何有趣的，所以我一样用它的几何的线条跟角度去呈现学务处的指引方式。好，那一样就是刚刚那个指引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它是阳科，那这边的这个指引牌它就是阴科，是相反过来的。那一样夜间的时候都一样是会亮灯。那为了要呼应就是金门大学它就是比较有传统就是闽式建筑的风格跟屋檐，我们选用的字体呢也是比较有这个古味的字体。 OK， 好，那最后想要带大家去走一走金门校园的环境，因为金门校园虽然不是非常的大，但我觉得算是非常的优美清幽，然后建筑也蛮有特色的。那我们就去走走吧， GO。There's a storm inside my dreams. I'm still standing on two feet. Let the current carry me when the water gets too deep. All the darkness in my mind, pain that I can't leave behind. I know there's a silver line that I can't see.是不是很美丽啊，金门大学的校园。那我们就要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咯。再次跟大家讲一下，金门其实真的还蛮适合旅游的，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想要就是花太多的时间飞到国际线的话，来到金门是不同的风情，然后每次来都有不同的体验跟感受，住宿空间很特别。大家来到金门不要忘了来看看金门大学的校园跟阿涵在这一次在这边的作品。好，预告一下，九月的时候阿涵在今年金门海洋艺术季也会有作品，那到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机会，有很多不同的艺术家，然后设置不同的作品在金门本岛的东半部金湖地带金宁地带，大家也可以安排那个时候再来。这个作品是永久性设置的，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刚好来到金门的话来看看也无妨。我们还有另外一集是金门旅游，反正我们做了很多的金门旅游影片给大家看，就探索金门的岛屿。金门虽然小，但是真的有很多地方可以认识，我自己很喜欢金门。那我们就下集见，拜拜。I stopped going out to bars, I quit smoking. Thought that giving that all up would keep me going. I got over people pleasing. I quit falling into love that had no meaning. I could search forever for a peace I'll never know. But I can't help but focus on the things I can't control.All the darkness in my mind, pain that I can't leave behind. I know there's a silver line that I can't see. All the cold and sleepless nights, running out of ways to fight. I know there's a morning light in my reach if I keep buying time.要去理工大楼吗？走走走。